在这五周年之前就已经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五周年只要完成这件事情，他会送给我们一个非常别具意义的一个礼物。到底会是什么呢？滴滴有我们五个人，滴滴有我们五个人呢。为饥饿游戏唱的一首单曲啊，饥饿游戏主题曲，那很好啊，一定要完成的。天越来越冷了，对，我们这一次哦，今天这一集的来宾感觉就比较精简一点。哎呦，我觉得今天来宾什么是精致，精致哦，今天都是美女哎。从你那边看一下，看一下，你看有花花，有青青，多美啊！主持群啊，主持人，然后不是来宾了，哎呦，两位好，两位好，哎，两位都是美女，新朋友欢迎夏米娅。我的瑜伽音乐专辑，哎，今天要特别来宣传你的瑜伽音乐，对不对？对，这个是就是纯音乐，还是你也有唱？纯音乐，就是大家可以在运动或是练习瑜伽的时候，然后就听着里面的音乐，有一些像虫鸣鸟叫啊，然后水的声音。这音乐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然后它的这个写真也非常厉害，看到它写真之后，你真的会一直想要去练很多的瑜伽动作。而且本来我们在旅行当中就是想要身心灵的放松，对啊，听听它的音乐，然后看它的书，学习那些动作，我觉得。因为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这样。哇！旁边要搭配一只腿就对了。大家多多支持啦，米娅老师的音乐。好，那我们今天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马武都的统一度假村。厉害！那我们来到这边了，当然也要欢迎这边统一度假村的协理。哎，好，协理好，协理好，协理好嘞。首先呢，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我们马武都统一度假村。是，我们这边呢位于新竹的关西罗马公路旁，好山好水。然后呢，我们有提供非常好的住宿的环境，也有提供非常精致的客家创意料理。好，不止这些，吃喝玩乐，在玩的部分呢，我们的园区就像一个大的运动场，有很多巨大的设施，譬如说巨大篮球、相扑套圈圈、金刚弹弓等，好，非常多。欢迎各位的莅临，优秀，然后又顾到这个顾客感受的一个度假村，是的，不断的更新啊，让大家有新鲜的感觉。没错，好，也谢谢协理，谢谢协理，谢谢。今天这一集冠军产生不是比饥饿指数，是比谁的玻璃心棒棒糖收集的比较多。玻璃心棒棒糖，玻璃心棒棒糖。棒棒糖然后今天每一关都是分成两队，都是少数人 PK 多数人的局面。所以每一关获胜者可以拼运气来获得玻璃心棒棒糖，整集下来累积最多根的就是冠军，有机会获得6000元，还可以挑选两位机民一同享用超级大餐。要评一下，因为那个大餐是最后才有，所以今天这一天你没得吃啊，有东西吃，就是你中途很饿了，你可以吃掉你得到的棒棒糖。不行，但是会不会是一根赢零根的这样子？但是吃掉几只就少几只，不能列入比赛。你这个跟拿我们的主持费出来当奖金是一样的。你只是把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又拿出来说啊，你可以吃，但是要扣掉我们的分数。我觉得你一直变相的在偷懒，这就是人生。残酷啊！现在是9个人嘛，对，我们还有一位神秘嘉宾要加入比赛。哎呦，他在第一关那边等你。哦。你眯眼，眯眼，然后出来给我看感觉。我们眯一下，我们来眯眼，然后你来形容。好好。你来形容，让我们猜猜。我看你们震撼感。眯眼，眯眼，眯眼，眯眼是什么？哎呦。怎样？哎。真的很稀有，真的蛮大咖，而且不是你讲的是什么德高望重的，是年轻的，年轻的，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应该是几乎没有外景过，哎，真的，对，那应该就是把外景，谁没有外景？外景就在我们饥饿游戏了，这么特别，难怪他前面会那样讲，这样连接就知道了，哦，所以这个是厉害的，对啊，来，你们看到没有？期望值已经很高了。就直接进去了，直接进去了，不用再瞄了吧？不用，因为我已经瞄过了。三加，三加，
加倍。对，神经病，我也在电视看过你耶。来来，先跟大家问个好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内密黄明志，今天来宣传专辑。哎呦，大家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你才做音乐，你是鬼，我才会做音乐，所以你是鬼就对了，装得像鬼一样。鬼才会做音乐。黄明志现在做音乐太厉害了，他的音乐或者是说这个唱片的包装都是很耳目一新。对，你要不要宣传一下，就是你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因为我之前就到处乱跑嘛，就做了一些什么亚洲系列的，对，就跟这种日本啊、泰国啊、韩国啊或者越南他们合作一些做一些音乐，然后因为现在疫情就没人乱跑了，对啊，所以就自己在家里面像鬼一样，就做了一些自己唱自己的东西了。一直讲自己像鬼一样，像唱自己的东西，可是都非常有共鸣，对，而且你的 MV 每次一播出来，那个哇，点阅率极高的，现在唯一能跟韩星媲美点阅率的华人，大概就只剩下黄明志了，太夸张，是不是？哎，真的，他现在随便一上去，都马上就一晚就百万人呢，然后就千万过千万。他是一个不习惯被称赞的人，可以继续夸他，那我们就夸，对，夸他，再夸他一个月。对，因为进来那个好像看动物用的。没有，他其实不是很少被称赞，但是他是真的很少上节目，他应该是第一次把外景节目献给我们的吧？是，好像是。感动啊，各位观众。哎呦，是。各位，你们看过黄明志的音乐，看过黄明志演戏，看过黄明志当导演，但没有看过黄明志玩游戏。好，那我们今天第一关要玩什么呢？刚刚有说那个今天是少数人 PK 多数人嘛？对。然后又因为黄明志难得出外景，所以给一个优惠。今天每关听完规则之后要进行分队，黄明志会先抽号码，然后大家再抽顺序号码。黄明志可以选择他要加入哪一队，例如他如果选到三号，他可以选择是一到三号一队，还是三到十号一队。哦。二队三号三队七，人多一定就好吗？哎，每一关不一样。哦，讲完规则之后会讲一下，有少数人的优势。有些游戏反而是人多碍手碍脚，对，树大必有枯枝的。对，人多，相信我没讲。对，没关系，我帮你接。那第一个游戏就是人少有好处的，黄明志会唱歌出题，然后所有人听到歌词里面关键字就要做出指定动作，没有做指定动作的话就敌对得分，几个人没有做那个动作，敌对就得几分。用人头计分，这样人少，对，因为这样才可以不会出错几率那么高。对，最后累计分数较高的队伍获胜，就可以凭运气抽玻璃心棒棒糖。好，来抽号码在后面。黄明志可以先抽，对，他先抽。哎呦，那他是两吗？好，你翻出来，三，真的就三，真的是三，所以不是一二三就是三四六，三到五。先问他，那就少人少。他是想要选人少这一边，对，所以抽到一跟二就是变成可以配到他这一组嘛，哈。一整几号？四号。没有了。好来，叶老师。七。没了。导灰。阿九。哎呦。八。哇。哎。我们记录下来。你们要先抽还是后抽？好不好？要抽我开还是抽那边？都可以，先抽。好，我们先抽，我们先抽。那我就把二抽走喽。二 ，Ladies and Gentlemen， 就是二，就是二。等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这桌子是不是你排的？哎，我也是这样走过来。对，我也是这样走过来。我就跟你讲，就是神。那我就抽这个。哦，应该是一啊。哎。你知道网友都说你，反正就是逢五必败。好，群一，一。哇！啊！哎，等一下，不准！你讲的都中，不准！你一定知道位置。我从外面走进来，我总是知道位置啊。那其他就不用了，你就各抽一张啊。
对啊，就是十跟六嘛，哈，也不见得我们人多，我们也不要上智。对啊，我们是精英啊，搞不好我们比的，是不是精英我不知道，但我们考不好还是会赢。看这样阵容，不要上智，因为了不起就是下一关再拼。不要上智，对啊。第一首歌是要唱《玻璃心》，只要唱到歌词有你我他，就要比头顶爱心。头顶爱心，头顶爱心。OK。所以不能，这个他自己的歌哎，对啊，没有我怎么会记得我自己写的多少歌？而且他可能唱，他自己也要比，对，他也要比，他顾着唱，其实要唱，其实边唱边比，超难的，对，他一心二用。那我问一下，如果同一句，比如说讲到我爱你，那就是要我爱你，对不对？要两下。那如果是我理他，我爱你。啊，但是他可以看，黄明志可以看歌词。OK， 哇，那这样子有优势，有优势，所以只要没比到分数，就对方得。对，你人头人头几？那我们超美和哎。对啊，我们只要四个没比到，你们就一下得四分。我们就算两个人都不比，他们也只有两分呢。没有你我他比了也算扣分哦。今天可以唱清楚一点吗？你想他过去都唱不清楚，我耳朵不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黄敏智说话都太直白，差点引众怒。你拿个剑怎么会有劈嘎的动作？中指出来。好，这样好像准了，准了，这样乱射也有。好，射。有这么好射？对啊，有很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哇？大家说我们都很准。说的话你从来都不想听，却又滔滔不绝出征反击。好，这个不错，有钱的，没有你我他也比。谁？又没有听你的吗？拜托，已经闭上眼睛了，就麻烦把 focus 集中在歌声，就只有听觉，好不好？对，其他的感官都关掉，只有听觉。歌声太好听。但其实我刚刚也差一点比起来，我有犹豫，我就对，没有。好，那个很容易。好 ，OK， 这个很刺激耶。一般，我们一般，一般。好，音乐继续，闭眼睛哈。不明白到底入了你哪里，总觉得世界与你为敌。你说属于你。属于你，你说我属于你。什么？黄明志，你好难。没有，你说我属于你三下，我只有两下。啊，我只有两下。因为你想，你可能想说，你说我就过关了，属于你，对。好，平手，哎，各位，很好，很好。三个啊，对啊，哎，我们是一个 team， 好，没问题，继续。不可分割的关系，还有呵护着你碎玻璃。对不起，伤害了你，伤了你的感情。我听见有个声音，我听见有个声音。所以刚刚又没有了，扣分，好，我们得分了啊！专心，大家专心啊！玻璃心碎一地，对不起，是我太任性，这真话总让人伤心。或许不该太失败，或许不该太失败，吵着发言。我错了，谁？我没错。或许哦。或许啊，我们没有人比啊，没有人比啊，做都比的。
英文啊，也是我啊，没有 ，so sorry， 英文啊，还也有，英文是，你要决定，你要决定，他也是你我他嘛，那是英文，你没有说英文。我现在在帮你们哦，因为如果这样一扣分下来，我们不能拿更多分哦，只有他得分而已哦。只有我的。他们有两个哟，所以你们扣五分哦，我们扣两分而已哦，想清楚，要不要啊？我是觉得 I 是不公平。I 就是因为你没有提前讲说英文有算。对啦，所以那接下来是不是英文都算啦？一对说好就好。就是只有中文的你我他，台语、英文、日语、马来西亚语都没有，任何语言都不算。好。月下落像毛蝙蝠骨子里，要听话别再攀岩爬墙壁，一直到了又要还给你。你说你努力，做了事。尖尖就比了，对，哪里的？啊，我怎么了？走了十里的里牛。OK OK OK， 快到了，对。OK 了，够了，够，好。要脱贫，要住在院里，做个傻逼月里一天天开心。对不起，伤害了你，伤了你的感情。我今天有个心。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听到这么难过的？就是听歌不是很舒压，但是怎么反而压力一直在往上升？而且你们有一个状况，当很多句过去的时候，你会自己莫名其妙开始慌。对，你看你刚刚是都对的吗？都对的吗？对，我觉得这游戏名字取得很好，叫鬼才会这样听音乐。这首歌。还有很长哦，险些进入 rap 的阶段。对啊，大家，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都会错，太快了。吃了苹果，你又要切凤梨，在那边气噗噗，就骂我的妈咪。拜托你别再偷我的东西，要我跪下去 ，sorry 我不可以。跟你说话像对熊猫弹琴，睁眼睛呆了瞎鸟了。吃了苹果，你又要切凤梨，在那边气噗噗，就骂我的妈咪。拜托你别再偷我的东西，要我跪下去 ，sorry 我不可以。跟你说话像对熊猫弹琴，睁眼睛呆了瞎鸟了，闹心。伤害了你，伤了你的感情，我听见有个声音是玻璃心碎一地。对不起，是我太任性，对不起，是我太任性，在这话中让我同一个地方。什么？同一个地方是我的。对，我们这边都对哦。我们若出默契，然后得一分而已。没有，好辛苦哦，这边花花没有比我。哦。可是那时候，其实哥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没比啊。对啊。我少，我每次都把那边就直接跟原本的一样，就是对不起伤害了你。他是对不起，是我伤。各位，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有没有错也都无所谓。我们就是把歌比完就对了。对，大家都来录影玩游戏，我们就开心玩就好。对。好，请继续，请继续。不要错。很相信，或许不该太直白。很相信，或许不该太直白。或许。唱，我也比了，我也比了，可不可以唱清楚一点？我也比，我也比，我也比，跟刚刚一样。我也比，这样知道错了。
就继续骂完了。等一下，手一上来的那一瞬间，三字经就从心里冒出来，这样都是同一个地方。对对啊，哎呀，好，来，都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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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赚。都错，我们赚，要给我们。都错，我们就赢了。我们就赢了，两分换换五分、啊。对对对对对。换七分，其实也会赢的。对。来，都好，都好，来来来，请继续。又让你生气气。想赶快听完，悲伤的一首歌。虽然这个歌很红，好，接下来我们要再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是什么歌？泰国情歌，唱到有泰语的部分，就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什么？这个泰国动作啊？要多久？没有，可是你那首歌的中文也唱的有点像泰文啊。黄明志玩游戏压力太大，自曝录音内幕。进行的是飙高音大惊喜。飙高音呢？我要飙高音！我会投黄明志。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录音，他知道怎么音要拉。没有，我们录音都是一段一段录。接下来我们要再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泰国情歌，唱到有泰语的部分，就要做一个动作。没有，可是你那首歌的中文也唱的有点像泰文啊。Right, married 的女孩，虽然我是大马的不宅，但我爱吃东洋，喝椰奶，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泰文很明显，因为我觉得这首容易。哎，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你就改变一个唱腔，你中文部分就唱得很中文，对，不要像你原本唱那么快呀。对，你中文就唱像北京腔，字正腔圆。你跟女孩儿，好不好？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好期待哦，北京腔。虽然我是大马的不宅，但我爱。什么叫不宅？不宅哪个中文是不宅？不宅很难吗？不宅。请继续。大马的不宅，但我爱是东洋，喝喝椰奶。但我爱是东洋。东洋因为也不见得会输。他说好蛮对的，对不对？对啊，他其实就是一直这样子，然后也我们也不见得会。我跟你讲，没关系。你现在听到很奇怪，我都比很奇怪的比，就听不懂什么啊，就比。因为约会你出来要滚卡，你是什么卡？你是什么卡？你是什么卡？哎，我还啊，我也以为是孔威比了，所以自己。其实跟孟哲对吗？对，阿奇医生对，这边只有阿奇医生对。就你们两个队。对对对，只有你们两个队，只有阿奇跟医生没有。这一题哈，这个字反而是反应慢的得分。对，奇怪呢，但是你说的实话。还在想，还在想。对，我刚刚不想发什么。好，来来来，继续继续。是什么卡？萨瓦迪卡，就算是 A 卡，只要你能证明你不是钢腿，看不出来，希望不要太见怪。但是我不太会说泰，只是偶尔会跑去喊爱。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 same same每天都精彩，我让你 same same每天都精彩。same same 是英文。
英文，那也是泰语，泰雅思哟。好了好了，全错对不对？真的很陷阱，还这样开心。好了好了好了。最帅浪漫的女孩，送给你 Raja Pro 代表我的爱，带你到帕图纳，你想买的我都会买，买完了。拜拜啊！拜拜拜拜！拜拜啊！拜拜啊！拜拜！拜拜前一个是什么？不要听到拜拜，你拜拜拜前一个是什么？怎么了？怎么了？不是，我是我娘是什么？我娘拜拜。买完了就去佛庙拜哦，是佛庙，佛庙。你比啊？我比是台湾的，是抱歉抱歉抱歉。我刚刚比是因为拜拜的前面那个佛庙，它念佛庙，是佛庙。我以为是，我以为又是泰语。对，我以为佛庙是泰语。人甫鞋字孟哲还有流星雨嘛？没比到。OK， 好好好，来，好来来来来。会让你身体健康 ，Oh my。好买就帮你。好买什么？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比啊！啊买是什么意思啊？买是什么？要不要？要不要？好买。要让你身体健康，要不要？好买。好买。这边是医生夏米亚，孟哲，三分是均分。OK 了 ，OK 了，三分可以了 ，OK 了。对，我们怎么样都划算，怎么样都划算。对，其实怎样对，我们是怎样都北合的，所以就还就这样慢太久。好。好，快结束，快结束，加油！来，音乐请继续。大马的不窄，但我爱吃东阳，喝喝椰奶，我和你。东阳啊，东阳。我要比的时候来不及了，你同一个地方错两次。不是，我在想东阳的时候，旁边就一直讲东阳，东阳，东阳，然后我说，哎，对，东阳，然后比的时候来不及了。被干扰。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撒拜，撒拜，撒拜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不知道就比了。撒拜是什么？不知道就比了。撒拜是什么？撒拜就是舒服。哦，舒拜。哦，撒拜。其实很好玩呢。对，蛮好玩。这个我发现，这个比体力关还要更耗体力。对啊，很耗体力啊，超强的。有这么多，这压力很大，可是很好玩呢。对，分数也是不要把我们都乱掉了，反正就是少数的人队赢了。还有这种的，随便看。但其实老实说，我们这也没争议。对，因为其实我这样，就其实真的你们都不比，我们都不见得会。每一次都是你们就什么三个两个，我们一个，三个两个我们一个，对。哎呦，海盗一发，维尼一发，依照维尼跳出的顺序获得相对应的玻璃心棒棒糖。假设呢，三个人获胜嘛，啊，嗯。会有七支箭，第一支箭插进去就弹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得七根。哦，七根棒棒糖哎。对。一，如果第二支箭就六根，第三就是五根。哦。这个维尼一发，你们没有许梦哲，有许梦哲一定七根。对，就七根的啊。好，第一根就黄明志来。我先来，好不好？稍微压一下。看你可不可以第一发就中。我要被维尼中到了。那插进去。插进去。来军，你们应该没那么快。这样是不好。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元神，它的主神就在这儿。主神没有在我们这一队。对啊，五根，五根。耶，有机会了。四根，四根，四根。完蛋了，完蛋了。这里了。四根，算中间值啦，算中间值。哇，好棒！太开心啦！一人四根，好开心啦！哇，一人四根，对，因为是个人赛啊，对对对，啊，待会儿又会，他们又会拆散来啦。对啊，不知道少数好还是多数好。OK， 所以恭喜你们获得棒棒糖。他肚子饿了没？可以先磕一两根嘛。圈圈拿多支没关系啊，因为他一定会吃掉。该缺糖了。没有，可是你现在吃掉，你待会分数就少了，这是你今天最后的分数哦。这是什么证？对你吃了，待会就少了。我们要比赛谁最多。他刚刚，他刚刚真的有人很想把它吃掉。不要踩。好饿，真的好饿。来到了这里，哎，我觉得他摆了很多把，好多游戏哦。对啊，他一路走上来有很多游戏耶，这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糟糕了，糟糕了，我们又看到这个牌子，又是他，
对啊，但是应该是一样，先听完游戏，对不对？对对对，游戏就是那里有黑布嘛，对，黄明志自己揭晓，我在讲游戏。什么意思？所以他先自己过去拉，你现在是看开幕仪式就对了，拍照，整个拉掉啊！黄明志首次来饥饿，就差点被比特花玩死啦！四五六七，七根本破不了啊！没关系，我们不要放弃。其他都不可能到八分的。我妈相信，相信你新手。我不相信，你可以。明志来，快点！明志来，我背你，快点！最后一个，可以可以。明志，我最后一个，我背你。没有，其实我比较恐惧的是他的那个态度，你知道吗？他不坚韧不拔的态度，我比较怕。你一定可以的，你试试。明明你北京不可以，你没关系，我还要跟你争能量。很熟，怎么在黄明志身边全部都山上优雅？这一关要进行天旋地转之不小心射到你射箭大赛。哎呀，不小心射到你，好符合他的歌哦。是要射箭射他们脸了，射到底图的黄明志，射他们脸，射到箭得一分，一箭得一分。不小心射到周围的山上优雅大头照，一箭扣三分。天哪！那跳扣也太多了吧？三分，这好容易不小心哦。全部自己，因为范围很大，很难控制啊。而且没有这样子的意思。而且如果在准心放 GoPro 的话，就会很明显，其实都直接瞄山上优雅。限时三分钟，累积分数较高的队伍获胜。他顺序是第一棒射箭，第二棒就要转五圈。转五圈一定歪的。转五圈完之后，第一棒射，然后再轮流以此类推。你第一棒转，然后第二轮射，然后你轮到了第二棒要射的时候，就第三棒要转啊，就一直轮流。所以第二棒很硬，转完五圈之后就要再射箭，他就要再射箭了。所以人少你就一直都在转，人多。那这样的话，有转一定人多了。对，那脱我就换衣服了。对啊，等一下，就等你穿完球吗？等一下，你为什么看到这画面一直想要换衣服？对啊，脱衣服。好，来，抽一个，抽一个。是说他最好抽到五，至少两边是平均。五可以，八八。哇，这个会被好球。等一下，等一下，你可以选。你如果选人多，那我人多就哇，他又更少。只有九跟十，就是一直无限循环哎。哇塞！好地狱哦！他谁那么倒霉？那九跟十超惨嘞！好，你男人一样八，你先挂上。你选人多的，你选人多，所以你要选人多吗？人多啊，一到八。哇塞，九跟十是千王！天哪！哇！天哪，超晕的！来，医生抽个九，医生抽个九，九，九跟十，九跟十，九，不会漏摔 ，yes！ 好，阿喜，换我，抽到就很倒霉。闪了！哇塞，闪了！九了，不要急，叫！什么？几？还是？我跟你讲，现在最差的是孙协志，好不好？对，现在是最怕准。对，这个转圈真的会。你呀！好，杰志，我最后一个抽，你要最后一个，不要，不要，到时候你又怪我们，都把其他抽走，我们你自己命运自己决定，照顺序就是抽过来，你抽到九就是你自己的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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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九，九，很会射，等一下，他是九。哎，修垮之类，这下面有结一横。没有，他这个画一横是要告诉你，他在上面，他告诉你夹子要夹这里，他是告诉你夹六号，谢谢。那我先拿了。无限转圈哦，无限转圈。九，我们大家一起来一次公布，好不好？先想，先不看。你怎么都拿绳子啊？那个是什么？我这一张是刚刚三个人都想抢的。好来哦，数到三一起亮了哈，四张哈。一，好紧张。二，好紧张。三，谁啦？哎，你要抢？你刚刚要抢，对不对？
哎，你们刚刚不是同时都抢那一张吗？哎，但不瞒你说，从一开始两个八个分好之后，我就有预感。你觉得你会是？对，我就有一个时期中一个，我就有一个很强的 feel。哎呦喂，哎，那很可怜呢。所以都是以五圈为基准，对不对？对，五圈，限时三分钟，就一场。好，我们这个因为人多嘛，所以我们先。对，好，那这顺序就是我们刚刚抽的部分了。哎，其实我后来想想啊，他们好像比较有利。他们其实就慢慢转，然后每一个都可以慢慢瞄。可是我们这边大概一个人就是一支至两支箭，后排可能第二支都还射不到。他们可以练习。对啊。如果你这么想的话，要不要我跟你换？那没关系，我其实是觉得这边，但是我怕晕。我们要转很多次。你看，我跟花花聊过，我们两个这个状况还不是最惨，最惨是如果他抽到九。然后呢，单独一个人的那个就要自己转完五圈之后再自己过去射。好，来哦，预备，听哨音哈，头要顶着这个嘛，听哨音，预备。一、二、三、四，开始了，还没，转完才可以射，可以了。啊！负三，负三。啊！负三，负三。负三 ，yes。你屁！你刚刚转半圈就数了，现在才三、四，现在才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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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圈太夸张了啦！上快一点！有，下一个快，快过来，负二，快点过来，快点呐！一，瞄好，他一转完就射。二，先上弓，瞄好就射。四。好，小心啊！快点，瞄好就射了。小心！哎，你不要怎么会有？他刚才有这样哎，你拿个剑怎么会有劈嘎的动作啊？都握着，中指出来，快！好，这样子瞄，准这样乱射也有，行哎，这样好就瞄，这样好就瞄也有。那你站，你站，没，好了，这为什么是这个？最后一个，哎，你快下楼嘞！你全拿下，放下好。哎，小心，快一点。对，两个手指头，来，对，好射，对，好射，对，好，这么好射，对，有这么好射。好，转，一、二、三。拉好，瞄好，拉好，拉好，两个手指头就好，两个手指头。剑都好放哎，平的拉，好，好，拉好，小心，倒转。好，够了。哎呀，晕了，安心，快，够了。哎呀，晕了，安心，快，鞋子。好晕，好软哦。我好晕。等一下，他要转五圈，你先休息。架好，瞄就可以。可以。哎，你快到剑前面了。哎，你才两圈，怎么就这么晕啊？三。是，你好像阿贝哦，喘得好慢，这么慢还可以晕。好了，小心，好，来，小心，漂亮，漂亮，去那里，去瞄好，上好，瞄好，好嘞。三分钟怎么久啊？我，你射得很直，对，三，头好晕哦，四。有什么怪招？五，好，快圈架好就射。小心，快一点。好，拉，瞄。哎呀！下一个，回来扣。优雅，一二三，现在还没正分呢。没有，现在一分，你们现在一，哎，没有哎，还没一，还没正。两个山上优雅哎，加油！一支一分而已啊，你们现在还负二。对啊。他也很慢了，射自己的脸，快点！哎，时间快到了，多数组目前是负两分，究竟最后黄明志射的这箭会是帮忙加分，还是继续扣分呢？他也很慢了，射自己的脸，没了，转五圈，不可能了。好了，最后一个，来不及了，没转圈，一轮而已。哎，黄明志，我在这，你看到你自己的头有这么多箭的感觉是什么？就感觉被射，被颜色的很惨。
正中他的眉心。谁射在黄明志的眼睛的？刚刚黄明志说的很好笑，他说什么看起来笨笨的都很厉害。他说我笨笨的，然后都很准。哎呦，好，所以我们四箭射到黄明志，有两箭射到山上优雅，所以我们是负二。所以我们现在局队我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就只能祈祷他们比我们惨。什么意思？计时，他们就会要追了。开始，要等到完。一、二、三、四、五。哦，怎么了？怎么了？哦，山上优雅在旋转呢。哇，山上优雅在旋转。哦，没有没有没有。哇，山上优雅在旋转。哦，没有没有没有。一分，耶！这样子，来转，好扯哦，啊，那完蛋，他们一分了，你们恢复的好快哦，真的，不是，你一转弯，你看到山上优雅会旋转，射，哦，可以射了，你要反转一下，小心哦，去哪？哦，两分了，我又要转了，好难啊，一，二，小心，三。把后面那个拔掉。是，花花靠你了，花花。五，好，可以。射。哦，又射了。好厉害耶！太厉害了，很强哎。二。啊！优雅了。三。哎，你这尾巴怎么在上面啊？五。对啊，那。五了。又是一个老贝贝的状态。等一下，一次是超晕的，可以输赢，不要喝酒。超晕的，怎么这样？快戒酒吧！哇，他们四分好强，我们慢慢来，太晕了。因为他们是连续。一、二、哎，等一下，三，使用者可以慢一点，没关系。四，真的你可以慢一点。五，好了。哎，不要走过去，等一下，你先不要射！哎，我不敢射哎。食指要下来啊。你是手臂的力量还是不太够？哦，好严狼。哎，还要再转。哎，我现在换你转 ，OK。哇，他们直接转很多。你的转怎么这么巧，好不好？就是好转，但是这么巧，好狼狈哦。我看你 MV 那个镜头从后面拍，转身都很漂亮。好了。你为什么？五步阿贝，这是五吗？超五，对，已经五了，谢谢。有够狼狈的转圈。山上优雅，几分？加油！再见！优雅，就平手。优雅，三，我好欺负人。四，来指导。扶一下，你要反着转，没有，一分，我现在要你先，哎呀，我还要转，一，二，三，四，好可怕，五，他在干嘛？他在谢天谢地，山上，哎呀，可惜啊，快点，弹回来这也算。我现在老负一啊，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转吗？我要好好转，好好转，对，好好转。哎，可以，最后一件，五，好，真的不要再转了，不要再转，快点，就是，最后的射。太晕了，关键他已经真的
太强了。其实你们，你知道你这一件之前好像是领先一分，对不对？对对，领先了。不是，我是有运动家精神，我一直叫他转慢一点，你转那么快。我刚想要让你赶快射，但我不射就赢了。哦，我刚才想说，优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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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啦没事。最后这一件真的太感谢，好玩就好，好玩就好，好玩就好，好玩。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好玩就好，射到他头发真的是不小心。但其实你最后两件的位置都很接近的，你知道射黄明志头上那个也是你。对啊，对，二选一而已啊，谁来差？选一而已，还好。我们阿志差。好了，那就阿志。阿志跟阿志。你搞不好一发就中了，这个二分之一而已。不要不要不要！哇！各两只，各两只。两只两只，那你上一关也有三只、四只、四只，好，那我们六只了。哦，有些人是已经拿两次的。对啊。那我觉得有另外一组真的好可怜，那两个人应该是零吧。我已经把我包包丢掉了，我好像也不需要包啊，包包什么？没什么用处嘛。这真的是原本稳赢的，被我两人击了，没事啦。耶，你们可以吃啊，是不是肚子饿了？哎，才两，你们四只的，你们有四只的可以。其实你们都有本钱拿出来吃，对呀，你们吃那么多只，我们这才两只，没错。哎，要不要我帮你们吃一只啊？对啊，好啊，哎，我们一起拆一只。我们三个拆一只，那就 OK 了。我们可以啊，对，因为你们本钱够，我们本钱够，我们可以拆一只。我们这才两只，一下就没了。真的帮忙，耶！各位，玻璃心，它是硬的哦，它不是软糖哦。我阿彪哇！哎，在肚子饿的时候补充糖分就是最好的。好想吃哦！太好了 ，OK。干什么？干什么？怎么啦？他问说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没意思，他就按下去。他以为台湾的文化。他是什么意思？就是秋真，看到他按了一下，秋真秋真。在进行最后一关最硬的关卡之前，我们先来个意志之间大惊喜。好久没有这个了。进行的是飙高音大惊喜。现在我要飙高音。都蛮不错的，好像都是有吃棒棒糖，对呀，真的有哈，血糖比较高，血糖比较高。飙高音的原唱黄明志在旁，对，跟饥饿长音王王仁甫进行 PK 拉长音，他轮流进行，然后比看谁秒数长嘛，要其他人压住，获胜者跟压住正确的就可以得到两根玻璃心棒棒糖。哇哦，那我们呢？大哥，我们有机会哦，输的就没有，赢的还有两根。压对一个，压对就再多两。等一下，我是可以跟他比拼，但我什么时候有饥饿长音王的称号？对啊，我知道，我还在那里选你。你应该要觉得开心吧？真的，只要长的都跟你有关，长不见得好。对啊，许梦哲，如果是你，你会想投谁？我啊。其实我觉得音场搞不好两个人不会落差太多，但是我可能会选王仁甫啊？怎么说？因为他玩游戏多，他可能知道这些玩这个游戏的美感。但是他唱歌多啊，他录音他知道怎么音要拉。没有，我们录音都是一段一段录的。他应该没事，不会在录音室里面那边在对啊，不会这样。但是也说，哎，我来玩一下，我这次可以拉多长？好，那多收一个钟的费用。他现在在那边吃那么多糖，你吃糖会不会倒嗓啊？会生那个痰呀，对，我有吃，你有吃，那就我们不是比音色，好，我就讲直接投好，我会投黄明志，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跟王仁甫实在是听他唱歌唱很多年，他也气也不是算短，他不算，但我也不算很长，对，老实讲，他也不算很长，对，所以我就赌黄明志这次会赢，你就赌黄明志比我长。对，还是我输不起啊！你夸我，没关系，比我长，我接受，但我会比他久。很好，很重要，很好。对，好来，其他的可以就位了。黄明志压你了。好，目前。那我在这。哎，好亮，好亮！流星雨过来，流星雨。中间选名额。好，那就从黄明志先来吧。好好好，明志加油！加油。要竭尽所能的拉到不能再拉为止。哎，你要先清一下，这怎么压力？不要有压力清一下了。
好，我们其他不要干扰，我们其他不要干扰啊。黄明志可以的。现在我要飙高一。先不秀好了，好不好？很久哎、欸，其实感觉体感是蛮久的，体感是蛮久的。他刚刚那个一唱的时候，我心跳突然就感到自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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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对，蛮久的耶。对啊，好了好了，我要比你久。对，现在我要飙高。我忍笑忍超久了，我都很认真耶，超轻的，很认真，我笑不笑啊？我那么认真，感觉也蛮久的耶，感觉有很久吗？嗯，他有感觉。没有，你说什么？说什么？感觉蛮久的。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感觉，感觉，错觉，真的是感觉，错觉，感觉啊，感觉，感觉。比较长的赢嘛，哈。嗯。人甫是。16秒73，好短。我大概在平均值哦。亚洲男子统计是在平均值的哦。您是厉害了，27秒23。哇！耶！你不是啊，没有放你，放你，你以为你会很长？那黄明志真的很长哎，是真的很长哎。哎，这里有。有，一人两次。哎，我们已经抛弃孟哲哥了，我有啊。对，现在说我一个都没有，我很对不起你。还算有拿到，包括黄明志本人，他又再多的，对，两根，他连三胜哎。现在唯一一个什么棒棒糖都没有的在这里。我啊，对啊。我的包包你看软软的这样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对，我们先大致统计一下啊。目前流星雨几只？4只。哇！好，米娅几只？4只。哇哦，2只。豆花2只。4只。7只。哇！我也是4只。南普5只。你有吃掉1只？2只。他没有。好，抱歉。2只。这5只。5只。哇！哎，你要不要再吃1只？不要。很好吃哦。我还有希望的。还有希望。好 ，OK， 那就最后一关了 ，Let's go！ 加油！就黄明志今天新手运，新手运到一个不行，连过三关，厉害了！听人家说第四进赌场的人都赢，啊，不错，真的不变。好，所以接下来是最后一关了，最后一关要进行的是。击败人就暂定进入超越赛。我刚真的赛，我刚真的击败别人，击败别人，占他的地哦。待会要挑战园区内8项设施的指定任务，打破关卡记录就可以占领那个地方。现实内占领较多地盘的队伍获胜。对，而且人多比较有优势吧？对，应该是人多，因为你如果人少，你就变成你要毛起来，一直重复玩。但是也不一定哦，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强者在，那个强者把各关都破了，破到很高，那其他人怎么样洗不过也没有用。所以好像还是强者，还是游戏的能力比较重要，游戏能力比较重要。好，所以一样由黄明志先来。先抽号码，请抽。你不要再抽那么边边的，中间一点，中间一点的。然后当边缘，还有一或二，他就抽一或二。五，你摸了，又是他，摸了90，怎么又是？哎，你真的超旺哎，你连抽八哎，哦，那90真的哦，90好边哦。那1到8，好，我跟你讲，那就这样，让你们两个先抽。不要，我以为说那就这样，照刚刚的。如果你要讲这种不要脸的话，有可能会这样呢。就，我们先抽这个。嗯，好，刚刚10。还好。7。OK。啊，有差异吗？边缘。差异换我抽了。开始好运了。等一下，他选多还是少了吗？他选多的，1到8。换我抽。十了，
十啦。走，开。四。哦，开始转运了。好，转运了。再来。OK 的，自己认领哦，不用客气哦。没关系，他挑剩的给我。他挑剩的给我。一，米娅一，挑剩的给我。天柱地。好，阿喜三，分开亮哈。他三。刘星宇。哇，戏啊！完蛋了！我们一起开，四个吗？太厉害了！是我们四个，我们四个有一个九，一个十，哦，九十都在这里，九十都在这，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啊！好，是基友。好来，数到三，一、二、三，完蛋了！哎，等一下，我们这边都，我们根本没转运呢，都是刚刚黄明志说看起来笨笨的，这十是你挑的，九呢是我挑剩的，哎呦喂呀，但我们俩不见得会赢啊，因为你们人多啊，人多也要厉害啊，你还错得了啊？听说战况好像是仁普跟明志的 PK， 争冠军，是吗？因为你们一次可以得八分。哦，对耶！哦，啊，我们赢，我们就有八分哦。那明智呢？那输了的话，就是他们这一边，他们就拿两根，那他们就会赢啊。他就黄明智。对啊，所以我们黄明智最多根嘛。那我们两个也要加油啊。我们也要帮，对，帮黄明智。所以我们现在旁边的人就是帮黄明智，对，让他赢。好的，对。所以现在是我们三个的对决了，哎。可以，其实是这样。我们压力很大，看你帮他还是你帮他。他当然帮我了啊。这很难说啊，两个人而已，你们还帮他？完毕啊！大家兄弟一场，我们也主持五年多了，六千分三千，效果就是这个嘛。你看我都不用背，六千分到三千，你还有三千，我也可以帮你。哎，这么说我们也有可以哦。好险恶，桌菜也蛮重要的啊。对，都忘了有桌菜了。对。那我们要好好表现，明天有可能会选我们。对。好了，那鬼才换衣服，大家就加油了。对 ，OK， 二对八 ，Go。好，预备，听哨音，预备 ，Go， 走，走，明天走。阿奇，我们一起啊。对。哎，兄弟，明天平常有在跑步吗？完全没有。那里有一个羽毛球的，你们有打球厉害的吗？羽毛球好像还行呢。好，那我跟星宇这边，你们再往下跑。太好了！我跟你讲，我们先看他成绩怎么样。对，我们先看他玩。我们先看他玩。一位队员发球，一位队员头顶盆接球，连续接到的球数。哦，连续接到，所以失败就停。那你发，我接。太小力。好，我再大力一点。有吗？有。有吗？有。有。啊，不行，都不接了，不要接了。这个哦，那叫没有，那叫重算了，因为还没有。就没了。对，中断就没了。怎么办？我好累哦。连续接到的次数，所以我们不能断。鬼才，跟上。我们也是要为了你拼时间 ，Jumbo 弹珠王 ，Jumbo 发后球滚进的行数，行数较多者可占领此地，发球机会。哇，这男生要有，好险有男生。要这样吗？对，应该。可以。哇，哎，可以啊，现在第一球可以，再来，我帮你放球，我把它摆正。来，可以呢，可以，我来，可以，我们一起。有没有？哦，耶，很赞呢，明智很赞呢，会写歌就算了，还很会玩游戏。你是不是有点累了？可以。他抓到，哇，抓到力度。都在同一场，一二，哎，现在才三颗。力量，对，我们快没球了，啊，对，但我们可以一直在这里。发球不行啊，那我们
没了，没了，八球了，快快快！不要不要不要，快快快快快！剩三排，三排，没关系。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数字。这个其实很难很难控制，是不是很累？我很难很难是是很难去控制它到底要怎样。好，金刚弹弓击败连线的数量，共十球机会，没得瞄准啊。好。这样有算吗？对。奇怪，其实我不是瞄那。五号。哎呀。OK。差七号，剩三颗。弹地，行 ，OK， 够了，够了，够了，一连线，一连线就好了，够不了，够不了，车辆累积的去，哦靠，一个人，你可以移到四个人，可以找另外三个，他找，他要找另外三个，最多四个人，你也可以一个人玩，我们就只有一个人，哪有四个人可以玩啊？哎，时间是多长？一小时，好，一小时的时间，哦，觉得可以耶。大水炸裂！我觉得他可以耶，因为然后可以两个人一起踩，对，最多可以三个人踩，所以我们都用力。哦，后面好，后面好，关卡，那我们先去。太难了，太难了。有人说的是红椒千里，一定钱需要必定公投。有人说的是九零一生，一却没时间转透。有人失去了自我，走出无助之处。不行了，这过不了。不要，我要放弃了。要放弃。这个，这里有关，这里有关。这里有一个关。套圈圈，套圈圈，套圈圈。哈，这里放油区。与一位队员一起吧，打他。套住圈圈的总分共十圈机会。你会背的比较准。那你背得动我？我背得动你。哦。可以吗？可以的，我试看看。我可以帮你打。对对对对对，这样子。对，咱们接下来一二三，嘿，可以。一，好，这样子可以吗？等等等。好。对。啊，要中几个？你有十次机会。十次算分数的。这个六分，要不要专攻这个？好啊，最近对不对？哎，我帮他靠近一点。好。好好好。啊！可恶！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这边很激烈啊？哎，他们会不会攻很后面啊？耶！我连打，我连打。啊！是。啊！手感啦！手感，手感。哦不！哦不！怎么样？十次机会是不是？对。所以已经用完了吗？你们已经占领了，你们现在就十八分。好随便啊！完蛋了！不是，我是投完这个六了以后，我抬头一看，后面有35的，有100的。对啊，我在那边转转转转这个六。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演技很小，我只看旁边有五，那我想当然是攻这个六啊。那我们去下一关试试看，我们很烂。好，去下一关。这关要玩什么？一位队员出题，一位队员猜题，我只有一个人不行，没了，我没了，这个我不行，都是要团体的耶。与一位队员同时往下滑踢破气球，连续配成志明春娇的次数，因为这一关要两个人同时进行，所以我们先拿下来，因为他们每次都只有一个人嘛。好。对战，就这样滑，然后下去用脚踢。对，这就是运气哦。哎，对对对，没啊。我还没碰到你，好紧张！哇啊啊啊！要踢破吗？都踢破！什么？哎，这样算成功了吗？不算，要下去踢掉。下去就太难了啦！可以。
我这里都双人哦。鞋子，我这边全部都是要两个人的，我没办法过，你要过来，鞋子。哎，原本计划两人分开扫关，用速度与实力赢过多人组，现在却只能合体一关一关攻破了。究竟他们能否打赢这场仗，让人福有机会从黄明志手上抢下冠军呢？腿短的人呢？我刚刚到那里，然后就根本听不到。一二下，等一下，我歪了，我歪了，根本听不到。没关系，为什么？好，都要准好。这关，对战离手，弹珠王。好，一位队员手传球，另外一位队员右脚踢进篮，限时60秒内进篮的次数。好，计时1分钟，开始。一二三。接住，好，赶快来，一二三，来喽，一二三，啊，有一个，来喽，一二三，我这一关闯完了，一二三，这一关都不能玩，全部都掉两个人，一二三，四个。七哥只有10秒，六十秒来，八、一二三、七、六，可以，一二三、四、三、二、一 ，Yes，OK，OK， 九哥还 OK， 九颗还行，最，好 ，Good job，Good job， 耶，我不雷了，不雷了，走，下面还有，来。江博弹珠王黄明志八球有他有三行，对，我们要比多哦。好的。哎呀，碎。Come on！ 随便都嘛过。平记录啦，最破记录，再来，那我就直接连续了，去，碎啦！你看又不同格，没人可以破，帅吧？只有一颗叠在一起。蓝队占领弹珠区，蓝队占弹珠王区。那里还有一关，对不对？两个人的。好，我们先把他们全部放到那边，全部都两个人的。我们不能占领，我们篮球区，我们两个要一直在一起，对，不能分开。对，我们慢慢的，我们悠哉的这样逛逛大街，看看这里的风景。明志有来过这里吗？没有。嗯，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里，因为现在就是他们只要一玩，我们就压过他，你就赢了。你先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今天玩完游戏有没有新的歌词的灵感？蓝队占领弹珠王，就是一种很关于很饥饿的，很饥饿。我们啊，那我们再去，我们去超越弹珠。击败连线的数量共19机会，现在记录写这个一条线。这么厉害？好像可以哦，我们要试看看。可是我们只能一次机会。对啊，就是啊，对啊，这个有要连线，对，而且我们要二连线。哎，七号击败，你可以帮我加油吗？拜托。我要很 man 的声音，是不是？都可以。现在。哈哈哈哈哈！二比五的意思。我喜欢这样。九号。太难了。很难。哎，九号怎么那么难？2、3、6、2，哎，五号真的有，五号击败，然后打二号跟三号，所以你往那个方向瞄就好，不一定要二号、三号，碎了，有二号就有了，二号有二号就有了，可以，下一连线哦，二号碎了。你还有两颗，所以你可以，对，你可以把那个门槛拉很高。一号，感觉。现在冠军阿喜要射出的是一号。一号。没关系，没关系。我剩最后一个。
哎呀，说有就有。谢谢你的指导，专业的教练就在这里，非常的。不好意思哦，他们几颗？我们来看，下去就知道。哇，全部都有哎。哎，真的哎，很难破哎。哎，这很难破哎。他们几颗？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根本破不了啊。没关系，我们不要放弃。哎，算了算了，不要不要不要！你确定不是？不可能的，不浪费时。不可能，可是其他有一些队友们都在玩呢。就不如先慢慢刷。对啊，队友其他都在玩。可是不可能到八分的。我们要相信，相信你新手。我不相信。你可以，我们要出现奇迹，只要相信就有奇迹。分数太高了。可以可以。分数太高了。可以啦，不要放弃，我们试试看。你小心啊，哥。好，好。哦。可以可以可以，有一个不一样。我们后来就是，我们是不是记住力道？我都会不一样。对。啊，有有。有吗？有啊，耶！加油！我们只要相信。过来过来，不要不要不要，找表演哦，可以可以，有机会。小心小心，好，可以可以。没事，加油！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对了，有机会！走这里，可以，可以，很乖，很乖。好，没事，没事。有机会，有机会。对呀。哦。Oh no！ 没有。那你要换吗？你想换吗？可以啊，可以换。好。骑马打仗，套住圈圈。被背的那个人丢。可以，好来，上来。来，可以吗？可以。好，漂亮哦！稳稳来，稳稳来，没关系。洗高分，洗高分。开，没事。二十二十，过了，过了，过了。你刚刚那边一关都没过吗？一关都没办法，全部都要团队的，一个都一个一个人都没有。我觉得你四十他们就过不了。漂亮，四十他们过不了的啦。差一点，没关系，破了，很难的，四十很难的，很难。我那弹珠台应该也不会有人破，就这个啦，这个很容易被破。好，我们要玩这关玩的关卡是这里，空中踏踏机，音乐停止前车辆累积的圈数，哇，这个就是拼体力了。可以找四个人来，我体力最好了。OK， 好。我就是算车几台车回来哦。可以一个一个来。哇，我找到你了，走开走开走开。一次啊！一次，那继续。军军，军军，过来，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过到一半，我们过到一半，我们哎，快点开始，快点，一二三下，拜托，拜托，春娇，换你，一秒，啊，两次了，你来很久吗？不知道，坏了吧？还是我们先去查。志明，志明，哎，你把旁边春娇也给踢了。那个不要选了，选旁边两个。这两个选一个。好。钻石，钻石，钻石。春娇，三次。三个了。没了吗？还有，我们三次了。好，那他们手气旺就。拿起来，完蛋了 ！OK， 好，一二三，下！哇，等一下我听不到，我听不到！导演，我被背的那个人可以丢那个圈圈，哇，背的都丢。对，哇塞！我们总共有十圈的机会。所以比我刚以为是像夜市这样，结果比夜市难。对，因为还要背人。夜市不用背啊，就一看就知道是他背我了。对啊，我背，对，没错，绝对是这样。哎，说不定可以哦，我好像是。哎，明子，你真的吃很多。哎，你不要去了。你在这里。好。如果手不顺。好啊，这里这里，来上。名字，哎，机会，名字，我们就朝那里迈进啊！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你比较往对，我的手没办法试。可以，可以，可以。
银子啊，银子啊，可以呗？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你要这样我才顺。好了，那我这样呗。Peter，帮我把刀放。啊，银子，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还有。我背你好了。好，真的吗？背你，真的。哎，那我们要重来吗？要重来。重来啊。哎，很不容易。哎，我背你。好。我这没办法丢的。那边目前我们都没有占地，这边我们占了两关了。来，这关游戏是什么？街道次数。蓝队占领放油区，蓝队占领放油区。谁打？鞋子接。我接。他们才一个而已啊。要连续哦。对。那这个也难，这个很难洗。来哦。没有。一啊，没有。来。不弹呢。一。一，来，二，漂亮，来，三，漂亮，来，哎，好，三个，好，走 ，OK， 啊，三个就破了，他们只有一个，三个应该就有难度了。四台，交起来。不能讲 island， 来不及，岛不能讲啦，没关系，三题，小岛，三，二，来，一，好，没有，破了，够的啦，走。啊！真是太多，不好意思。我这个比较准。你要把它打进去。可要超远就好了，不行，这我应该掉的，不行了。哈哈哈哈哈！换你了！林志兰，快点，林志兰，我背你，快点，最后一个，这边好小气，快点，可以，我们不要放弃。你果然是正能量的人。等一下你帮我拿。是我们节目的，你要我丢啊？不是，对啊，你丢啊。那是我们节目的比特犬。我觉得我真人那个。真的很战斗力很强。可以，我们要。对，等我。我背你啦！哦 ，That is famous singer。OK， 很有名的。Female or male？ 男生。Male。OK。Two words。Two words。Two times of 250。五百。Yeah！ 哇塞！250的2倍。哦 ，It's still a number。OK。Still a number。Three number. 911 Yeah, okay. Very famous. It's a city of Malaysia. Okay, city of Malaysia. KL. What is KL? Do you know what is KL? 吉隆坡 Yeah. That is. 四十秒 That is in Beijing. Very very long. 长城 Yeah. 四个 Yes. OK， 旁边那个。我跟好，可以。对，我来第一个好了。好。春娇，两次。是啊，我这里，那我可以，我就越多次，我就会记得有哪些了。好，来哦，快，我们两次喽，再次就平了。春娇。我们可以自由参赛啊！哎呀哎呀，漂亮！三个人，三个。我跟你讲，就中间这两个。这个是志明。好累啊！时间还剩1分钟。破纪录！
没有。四名，四个，四，这是我们第五个，我们四个了，我们四个了，四个过，第四个过了。不要掉下来！不行，丢一个，我快要勒死他！丢一个四十五，丢一个四十五，不行！蓝队还剩三十秒，队友也对，队友都笨笨的。太惨了！我跟你说，虽然被宅男女生是大家的梦想，可是做不到就是这个。可以，虽然我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有救！不要，你看，看多么正能量的一个女生，我们命都是一把，你看非常正能量，看到吗？很感人，你们应该配那个很感人的音乐，他一个人在拼命在那边。力挽狂澜，还可以玩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要不要玩？可以玩最后一次，因为有进来，我不要放弃，可以玩最后一次，可以最后一次，好了，要上去了，对，好，结束。喂，差一点，不行了。关完的警卫总部。关完的警卫总部。我们再玩一次吗？还是不要啊？要放弃吗？我告诉你，我没给他。没有，其实我比较恐惧的是他的那个态度，你知道吗？他坚韧不拔的态度，我比较怕。你看到吗？看到吗？多感人，你看到吗？不是，他是夜市的战神呢。最后一次，我跟你讲，你试试看，来。我已经刚休息好体力了。你好适合去那个幼稚园当老师。你一定可以的，你试试。明明你北已经不可以了。你那块要死了，我还要跟你正能量哦。我要跟你看正能量哦。还鼓掌。快点啊！所以我真的见识到，你知道正能量女神。我超负能量，正能量，超负能量，这是正能量，你知道吗？我超负的，就把人家逼死他才爽，那种正能量。哎，我觉得，你们那逼啊，你们拆散哎，你们两边洗哎，而且我要讲，我觉得这一关对我们两个人超不友善。因为我们等于只有七关跟他们拼八关，你们为什么？因为有一关是需要四个人的。那脚踏车那个，我们怎么有可能赢他们啊？哎，我们就七关跟你们玩呢。可是你们的个人关的运气很好哎，你那个弹珠台那个竟然可以全满。我跟你讲，我那个大概没有人可以破。八格的弹珠台，我七格。他也是七格。要不是你先来的话，我就对你没有破我记录啊。啊，所以现在但很强哎，你也七格。好，所以主谋要宣布了，那很明显的五对三，恭喜两人队获胜，好厉害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哇，二四六七，现在我有五只，明志有几只？七只是不是？哎，你少刻一颗，你刚刚少刻一支糖，你就只输一分。所以我要在，你只要在最后两根，这三只。我如果这一只插，这只没插中的话，剩两只我就平手。所以我要这样子，这四只，哎，这五只我就要插中。嗯，对，六了，六，六只哦，六只啊，我们要插中，大机会，这就平手。这个没插中就平手了。第六只，那没插平手，我再没插就输了。那都你插，你自己决定。好，都我插，不要浪费时间。一，哎呦，哇，二，三，你下次。你烂透了，拼成这样，你在嚣张啊你！我认为三只一定中哎，很帅，然后都没中，很潇洒，有体力没运气。好，不错哦，黄明志。到底要紧张？到底哪一个？选在我要跳高。我跟你讲，你
你肯定有灵感了。今天一整个故事，他如果再没扎中，写一首歌。他今天很重啊，三岁。他说敲不中。好，谁吃？要送喽。好，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你会唱到最后。等等，我赚到了。虽然我没有这个，他要写一首《真衰》给我。真衰！哎，平手，平手，平手。这一支插中平手。插中你赢。插中我还赢哦。插中我还赢。还有一个机会，对不对？我跟你讲，老实说，都到这步田地，再不中，真的有点太过分。你看看维尼的脸。可以了。开始了啊！小心心啊！有没有人这么衰？搞不好是最后跟他们。然后对呀，还输，我还输，我这个是平手，对，我插中平手。平手是谁？就这两个了嘛？怎么会这么衰啊？有了吧？有了吧？一、二、三。哎，本以为战地成功，冠军就非人府莫属了。没想到今天竟然臭手附身，究竟他会不会连最后平手的奢望都落空呢？我这个是平手，对，我插中平手。平手是谁？就这两个了吗？怎么会这么衰啊？有了吧？有了吧？一、二、三。维尼还做戏，维尼还做戏，哎呦，好了好了，维尼还停了一米，看不下去了啦，他真的看不下去。维尼，那这样子算平手，平手，心理平手，平手，平手 ，OK 了 ，OK 了 ，OK。好，解锁。所以两个现在两个同样支数，对，送两个两个冠军嘛，啊，那你就两个人选一个人挑一个一起吃饭。那奖金呢？奖金就是两个看选奖金箱啊，然后他们两个再评分哦。哎，你没喝呢？哎，我因为你还要分我三千呢。你只有三千了，还我半，我只有三千。然后我拿到奖金，我要给他三千。真是童叟无欺啊！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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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开心就好。我要笑死了。来挑一个人哦。你挑，我挑跟我同那个代购，好不好？好，合理啊！我刚没有骂你哦，虽然没有赢过，挑他的原因是因为刚才你们一直同一关，因为他一直很正能量，但是你刚讲到绝路这样，从来没有赢过这种，这样用的吗？就笑着正能量，我躺在地上已经喘到快，你可以啊，加油啊，加油！已经死了，我已经躺在那边说不要，他说加油可以了。跟健身房教练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三个人可以吃东西，但是现在是要进行奖金枪的部分。那我们那个奖金的水瓶在道具在里面，先吃了，先吃东西。OK， 恭喜，恭喜三位。哇哇哇！这个一桌美食在前，请协理啊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桌的好菜。好，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浩客庄所推出的浩客食套米味，然后我们的前菜呢会有主厨精致的开胃小食。然后呢，过来会有红糟南乳烤鸡翅，烤鸡翅，然后过来是飘香的酸菜豆腐堡，这个，哇，这个酸菜豆腐堡，感觉就很开胃，很下饭，有没有？客家菜哦，加上酸菜都超经典，真的好精致哦。你有吃过客家菜吗？有啊，有。OK， 那你很下饭，对，很下饭。又来了，好丰富哦！新竹贡丸，特佐金瓜卤汤。哦哟，贡丸也是我们新竹的名产。对对对，没错。这是我们的客家跟法式料理，客家跟法式料理。就是那个法国有客家人。
啊，对啊，他家怎么办？然后在那边当厨师。对对。哎呦，哎，这一桌菜1280哎，哦，大家来这个地方，哎，很划算啊，划算。一个人一个套餐这样子，其实是蛮 OK 的。对啊，黄明志开心吧？开心了吧？非常开心。好了，我确定你下次还会来吗？我跟你讲，你今天其实来哦，你也算赚到，因为你也想了两首歌的灵感，对不对？一句话，下次要不要再来饥饿游戏？当然要了。因为我那个潜那个潜力被激发出来，是他这些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他是那种你知道判色正能量，逼死人的正能量，然后放讲师，你知道吗？对，直销，直销，学学那一起冲，我们是最棒的，我们真的只能在你那里，不然，对吧？到现在还在洗，明明看到人家积分了，我说不要玩了，不可能八分嘛，他说没关系，来继续，你可以。不错不错，到底哪里可以？包包你算是有开发到。那当然了，你们在享用美食的同时，我们奖金二选一，有机会可以拿走6000元的奖金。抽到里面有真钞的，就是获得奖金。真钞，真钞，这个东西在里面。又来了，等一下，等一下，王龙。以你刚才的手气，我不建议你错。所以我是要把这个交给。好。对啊，要选一个。对。选一个。真钞才有哦。有真钞才有，那我就抽过。真的吗？啊，确定是这个吗？你刚刚不是要右边吗？对啊，改来改去。你刚刚真钞错一边呢。是他的。我刚才本来想选这个，可是因为他在这里啊，因为他在这里。啊！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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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在哪里？我都没有。如果奖金真的在这，那就忍住。运势真的不好。真钞，真钞！四位小朋友，有那个防卫钞的那个，有防卫线，我们真钞真钞，真的，哇！哇！哎，你在最后一刻，你在最后一刻做了对的选择，对啊，没错，我真衰，还有那个叫他刹车，真的。我真衰，而且你这样子拿到奖金，我一点都不开心哎。对啊，因为我的3000元要给他哎。对啊。所以恭喜黄明志还有孙协志。第二包，第二包。好灰啊！恭喜！恭喜！哇，今天太开心了！这个所有来宾在今天表现都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今天非常好玩的是，我们前面也设计了很多跟黄明志相关的游戏，哦，去做这样的设计真的蛮好玩。你觉得今天来录完了之后，你以后发专辑的时候，每一次都可以来吗？当然希望可以来。好玩，对，没发专辑也可以来，没发专辑来干嘛？对。来，来，来，虐待完。你可以选择不要跟他同一队啊。下次要发给我，下次不要跟他一组，下次不要跟你了，跟你了。正能量压榨这样，当然直接超怕正能量。好，然后像米娅老师，对不对？你的这个音乐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最近就是有发行了我的瑜伽音乐，叫做《带着瑜伽去旅行》，跟我的瑜伽艺术写真文集叫《如鱼得水》，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多多。同时，最后你要宣传的唱片是《鬼才做音乐》，多多支持。耶！谢谢我们今天所有来宾，好看的饥饿游戏，下周见，拜拜。正式开始，害怕丢脸，投钱不会太迟，体力、智力还是要比运气，随便你选，根本没在怕你，全力以赴，必须的，拼到最后一秒那是肯定的，击败所有的考验，一起分享胜利的滋味 ，Hell yeah！ 清晨5点，手机灯。